请问今天棒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，一起来欣赏的是中华职棒24年编号第49号的例行赛，是由统一狮队对上兄弟象队。今天在现场，我们马上镜头切换到现场，就看到啊，象迷娘天天成天人。哦，今天来到的现场呢，就是要在周六啊，这个天母的棒球场来帮兄弟象队主场球队呢进行开球仪式。那的确呢，在最近啊，现在的现场来开球的贵宾啊，真的是千变万化。今天邀请到的是象迷娘，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场的一个状况喽。我们的球迷朋友们非常的喜欢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了很多很多的象迷朋友们，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天。希望今天呢的球赛可以很精彩，然后很开心担任兄弟象的开球嘉宾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那天天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开球啊，你有没有非常的紧张？我们之前是球迷来帮兄弟象加油，这次我们要转换身份，用开球贵宾的身份来开球，有没有很紧张？有做什么特训吗？我很紧张，因为我怕球会投很歪，所以我昨天有练一下。真的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不用担心。我们呢，我们今天派出了两位我们那个开球捕手，还有我们的开球指导员，分别是我们的王胜伟还有王俊杰选手。这两位选手在我们众多的选手当中用，热烈的抽签方式脱颖而出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指导员上前来，我们引导我们的天天到我们的开球位置。俊杰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母象推开了，认真指导一下，放感情哦。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倒数3秒哦。好，倒数3秒。3、2、1，哎，等一下，大象有话要说。好，我们这个主审非常的专业，他要清理一下我们的本垒板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。好，主审这样可以了哈，可以了，好，3、2、1，请投球。好球！谢谢天天和陈天人来到我们的现场。现场的下面朋友们，也请我们的，也请帮我们的天天再热烈的加油，可以锁定他的粉丝团，来继续帮他加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相信有很多的男性球迷呢，已经陷入了恋爱的感觉当中了。因为今天呢，这个陈天人天天呢来到现场来进行开球了。当然也是希望今天的比赛，就像他刚刚访问的内容来讲啊，是希望非常的精彩。今天呢是狮象啊，两支球队在本周3连战的第2场比赛是在天母的棒球场。今天在天母这边的天气状况呢，其实也算不错啊，特别是在这个早上呢，虽然是有下雨的情况之下，中午雨停啊，现在场地经过整理之后呢，比赛呢就要在下午的5点准时的来开打。我们再来看一次啊，这个陈天人天天的一个开球重播。不简单啊，这个还能保持的微笑啊，把这个球给投完，而且呢，相信他们距离应该也是可以投比较更远的距离，因为刚刚他怕投不到哦，所以站得比较靠近本垒板哦，但是他开球呢开得相当的成功啊。今天呢，在王俊杰还有王胜伟哦，这个双王也来帮忙进行这个开球的仪式。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啊，这个陈天人天天呢来到了球场来进行开球。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第2战，昨天的比赛呢是8-1由统一狮队啊击败了兄弟象队。那今天呢，兄弟象队啊要想办法来止败。哇，这个王胜伟报喜呀，逮到机会来一个拥抱。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是由